阿里巴巴集团隔夜宣布同意从软银集团当中购买其持有的价值2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所需资金由阿里巴巴自有的现金支付。此外呢，由阿里巴巴创始人和高管组成的阿里巴巴合伙人同意从软银集团手中认购另外4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那么此次交易是软银集团自2000年1月投资阿里巴巴以来第一次出售阿里巴巴的股份。交易完成之后，软银集团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将会降至28%。